论述天台教的叛教啊，这是节选啊，就是简略的讲。智者大师叛教的动机是想让佛法有一系统而清晰的脉络，这在当时起到了相应的作用。因此，当时人们称智者大师为东土小释迦，并赞他以不偏之见，立大义与众生交错之中，来消融教义间的分歧，以种种方便来教化不同根基，使佛法的真理不仅盛传于当世，而且光辉于后代。天台的五十八教啊，这个化法释教的叛教，是对当时诸家叛教的总结、充实和提高。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区别，在大乘佛教中又有中观和瑜伽二系啊，二种体系。在涅盘经卷十三圣行品云，譬如从牛出乳，从乳出酪，从酪出生酥，从生酥出熟酥，从熟酥出醍醐，醍醐最上，若有服者，重病皆除，所有诸药悉入其中。善男子，佛亦如是，从佛出十二部经，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，从修多罗出方等经，从方等出般若波罗蜜，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。天台教叛教的中心是法华经，本经重在阐明，应该是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。那么呢，权就是权益啊，实是真实，和会三归一啊，会三乘嘛，会归三乘，归为一乘的啊，一佛乘的思想为宗旨，并且极为重视教相的判事。这个五十八教啊，我们来简单介绍啊。天台释教疑云，天台智者大师以五十八教判示东流一代圣教，庆无不尽。如来本怀唯一佛乘，但因众生根基和习性千差万别，佛陀为了应机施教，不得不善巧说出种种不同的法门来教化众生。世尊成道四十九年来，谈经三百余会，经卷教义浩如烟海。智者大师将佛陀一代十教大略分判为五十八教。五十者，一华严时，二阿含时，三方等时，四般若时，五法华涅槃时。八教者，即顿教、见教、秘密教、不定教，为化疑四教。疑是疑鬼的疑，化疑四教是佛陀说法教化利益众生之方式方法，依佛陀说法的内容而建立了藏通
别圆化法视角，分类和评判大乘小乘全教实教诸经诸典。众生的根基不同，这修行的方法呢，亦是大相径庭。华严时只是教戒大乘菩萨法，小乘根性的众生是不得听闻的。阿含时为是教戒小乘声闻法，方等时呢是总教大小根性的众生，令小根持小目大，此就是对自己修小乘的感到惭愧啊，仰慕大乘。波罗时呢，乃是教化大小乘根性的众生啊。法华涅槃时无大小之分，纯圆独妙，唯一佛乘。佛陀四十九年所化众生根性各有差异，故师藏通别圆释教配合来调教，而且巧妙地应用顿渐秘密不定的化导方式。就是顿教、渐教、秘密教、不定教的这个化导方式，来诱导摄化，使其趋入菩提正道。此八教之差别，是为了教化根性不同的众生而方便施舍的次第。所以说，法华涅槃时以外的诸经典，都是为了化导当机，随机教化，没有明示化导的本意。前四十的说教，皆是方便全说，未彻本源。但知法华涅槃时，明白显说佛之教化本怀。佛陀从初发心啊，从初发菩提心，无量劫中，以众生广结善缘，给众生种下菩提的种子。而后，佛陀又于三千乘点劫中，啊，像尘土一样啊，那么多，叫三千乘点劫中，行菩萨道，生生世世，啊，头出头没，依我们子语，教养调熟，直至于今，开四时之权，而显法华一时，让我们悟入本性实相。好，我们下面再开始介绍这个天台的五十判教。总论五十，第一时华严时，世尊最初成道，于菩提树下寂灭道场现卢舍那佛，就是他的报身啊，佛显报身佛像，对非人间的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等三七之类啊，就是二十一天，宣言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说菩萨成佛次第，如日初出，如日初出，先照高山。第二时阿含时，好像到了上午啊，日光照到了幽谷。阿含时是佛说华严后，受大梵天王请，由是啊，世尊引卢舍那之身，现比丘像，游化鹿野苑，开始了人间的教化。所以小乘佛教认为呢，阿含时是第一时，其实呢，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华严时啊，小乘的人看不到的啊。初到鹿野苑，度乔成卢等五比丘后啊，度这个五比丘后，在十二年间历游十六大国，说四阿含经。这个四阿含即是，一是真一阿含，
是说人天修习因果之经典，二是长阿含经，是说破96种外道邪见的经典，三是中阿含，是阐述四圣地理断三界惑的经典，四是杂阿含经，是说四禅八定的经典。第三时方等时，好像是中午，为日照大地，光明普照，是饮食之时。如释教仪记注云：方者方广也，等者平等也。方等时，释教具说，三地具谈。因小乘更新闻三藏教法后，受益取证小果，入灭大乘心不发，是故佛陀在方等会上，在八年间呵斥小乘偏空成寂啊，这单着这种寂灭，赞叹大乘包扬圆教，广说释教。众生初在阿含时，隔凡成圣，不知更有余法。今闻方等，知有大乘，故名见宗。第四时，般若时，就好像是下午啊，太阳偏西，万物开始成熟。今方等的谈次，声闻缘觉弟子虽知有大乘，但是仍然执着小乘难忘，不肯回小向大，故需般若智慧淘汰抵挡，令其能够承受大法。这佛陀用22年的时间，分别在王舍城之灵鹫山和舍卫城的奇树几孤独园等处，说出了三部主要谈空性的佛教经典，如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还有《摩诃波罗波罗蜜多经》和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等，广开多种法门，并融通大小两乘之教，充分发挥大乘之妙理。二乘弟子至此心见通泰，明白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并无高低上下之分，只有修行的次第之分。一切修行的方法都是为了帮助众生找回自己本有的佛性。第五时，法华涅槃时，好像是傍晚，夕阳无限，霞光万丈。修行者经过阿含的引导，方等的彻净，般若的陶铸，根性渐大，至法华会上开权显实，受记作佛啊，入于一乘十法妙理，唱如来出世本怀。佛陀用了8年的时间啊，强调一切实修的方法啊，有着圆融无碍而完整的次第。由于众生的理解力和业障各有不同，佛陀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性，采取方便灵活的说法，为了使他们容易接受和明白，所以在转法轮的40年中，才有了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三乘之分。妙法莲华经的重点就是会三归一啊，会三乘归一乘，依一乘的平等原则，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。如此则避免未来因佛法之争而导致佛教的分裂啊，就是回归一乘了。下面是介绍一下这个二是啊，介绍一下化仪释教，就是所谓的顿教、渐教、秘密教、不定教，是化仪释教，意在诠释佛陀教化众生所施之方法。
顿教呢，就是华严经云，初发心变成正等觉啊，这华严经说的啊。华严经云，如来初成正觉，在寂灭道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数世根熟的他方菩萨啊，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，天龙八部一时围绕，天龙八部一时围绕啊，如云笼日。尔时如来现卢舍那身，说圆满修多罗，直说界外别教圆教大法，故圆顿教。就是华严师说的啊，说顿教见教，为历劫修行断惑正位，皆有次第啊，就是见教。那师父这么多年呢，主要还是讲这个见教了啊。那现在因缘不成熟，就是师父刚到北京的时候讲的就是顿教，讲华严经的啊。刚到的人都听到过啊，后来就开始讲，现在是讲见教了。嗯，秘密教啊，秘密教呢也会掺杂着讲一点。第三是秘密教，秘密教也有二义，一是教，一是咒。天台释教仪云，秘密教者在前世时中，或为此人说顿，或为彼人说见，或为一人多人等说顿说见所说不定，应机交叉进行，彼此互不相知啊，就是每个人听到的不一样啊，在不同的地方佛陀会或顿啊，或见，或说秘密啊，各自得意，皆秘密教。还有秘密咒啊，就是梵语陀罗尼，此云咒，唐译真言，又翻为总持或者遮持，即总一切法，持无量意，遮持轮回业，持行菩萨道。所以说到最后呢，才开始讲持咒了啊。持咒呢，它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学。第四是不定教，不定义有二义，一不定教，二不定义。不定教主要指的是显露不定，前面是秘密教了，秘密教是指秘密不定。如来言教，说顿说见，即于事实中，为适合听闻顿教者说顿令闻，为适合听闻见教者说见令闻，彼此互知。个别得意为不定教，不定义者是约众生闻法而言啊，就是在前的事实中佛陀一因说法，众生随类各解啊，这个就是不定义，就是佛陀说法的时候的啊，一因说法，众生随类各解，这也是不定啊，一语普论，上下均沾，或异不同，所以叫不定义，能令众生于见说中得顿意，以顿说中得见意，如是得意不同，故言不定教。就刚才说的是化疑释教啊，从这个顿见啊，这个秘密和不定四个方面啊来分类。那后面呢，就是啊，第三部分就是化法了，介绍这个化法释教啊。化法呢，就是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，是化法释教，那是阐述佛陀观机施教的内容，分开介绍了。教观中纲云：众生因病而施药也，见施病重。啊，未说三藏教，见师病轻，未说通教，见师就是见惑和失惑啊，见惑失惑病重，就说三藏教，见师病轻，未说通教，无名病重，未说别教啊，无名病轻，未说圆教，不同的人不一样啊，无名惑是最后的
我们总的来说，货又分四大类了啊：贱货、私货、尘沙货，还有无名货。那么那都要一层一层的去了啊，这个货。佛陀应机施教，开权显实，为化度众生之机意而设四教，究竟乃归一乘。后面呢，就是要分开介绍这个藏通别圆四种啊四教的啊内容了啊，就会展开来讲。今天就讲到这吧。